青春制作人们好，我是青春有你要的训练生刘雨欣。泡泡信箱取件码，泡泡信箱，各位训练生您好，青春制作人通过泡泡信箱投递的信件已经到达，请尽快取出，取件码如下。哇哦，你们的信都在这个里面。好了，我要去读你们的信了。看一下，那我挑几个颜色不一样的好了。这个有意思，情长纸短。不管将来走什么道路，永远喜欢你。你的颜和性格着实长在了我的喜爱点上。 Oh my god， 我陷进去无法自拔了，哈哈哈。不过我现阶段主要任务是学习高考，写完这封信我就要重新进入题海了。其实我最大的转折点也是在高考期间，我从街舞专业直接转到了音乐专业，对我来说也是很重要的，所以希望你能够高考顺利。比起现在花父母的钱，我更希望自己通过努力，用自己的力量去支持你。不仅要别人感叹我的偶像如此优秀，我也想让别人觉得刘雨欣的粉丝真优秀。我觉得在我心里，你们 ，ON 就是最好的，因为虽然就像我一直说的，人不多，但是你们一直特别踏实。虽然我特别佛，但是你们有你们的判断，所以我在我心里你们就是最好的。来拆一封这个信。哦，这个是两页，而且这个手写的非常好。哎，这个手写，这个字写的非常非常好，我觉得太走心了。To 刘总，宝贝，宝贝，天哪！我是一名你的高三小粉丝，初时你是念初二时看《蜜蜂少女队》，当时觉得好厉害。接下来因为学习原因也没有关注下去，只是偶尔听到你们的消息。在登场前，我看微博片段，有人喊了一句“刘雨欣”，当时我的心头一颤。心头间好像被什么撞了一下，脑海里当年每周回家着急想看你们的片段又泛起，可我又不确定真的是你吗？结果是真的，就是那个淡定的酷女孩。我立马去翻了近年来你所有的动态，你的 blog 深得我心，准确讲是你的个人魅力把我吸住了。台上的你气场全开，台下的你软萌可爱，我这才发现怎么会有这么好的女孩子。哦，对你的喜欢并不是这两页纸可以表达完的，主要是想让更多人喜欢你。你对粉丝的宠爱，对舞蹈的热爱，个人的素质是真的装不出来的真诚。金子总会发光，2020刘雨欣发光发热，不忘初心，会一直支持你的。来自一位甜甜的 ON。 啊，太贴心了，我相信你们都可以。我最大的期望就是你们在支持我的同时，我可以不耽误你们的，可以，你们还可以追求自己的学业，完成好自己的家庭，把自己该做的工作做好，我觉得这个是我最期待的。亲爱的雨欣你好，我是看完初舞台被圈的新 ON，很遗憾没能早点遇到你，又很幸运能够遇见你。其实我比你大两个月，应该叫姐姐粉。说实话，我刚工作一年多，感觉自己还是个孩子，但我知道你比我小，还这么努力优秀懂事，
我开始希望自己能和你一样，能永远保持对喜欢的事情的热爱，能不受挫折一直坚持。我们会一直陪在你的身边，我会争取去看你的现场。 Yours Umbrella， 一枚会一直陪你走下去的粉丝。我也其实还好，就是他们的 two 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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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其实我都有念出来，因为我最怕的就是这个东西。因为在以前我也是出去做活动，然后呢主持人都会 cue 我，你可不可以就是去说一个起床铃，然后就要叫什么，就是那种很腻的词，我就觉得我浑身难受，然后我就说了一个 Hey bro， 起床了，这样啊，我最怕这个东西。对，宝贝，好， Hey bro， 快起床了，我已经把饭给你做好了。你们有机会啊，就是你们一定要想通，年少轻狂的时候一定少参加节目，不然到我现在十年之后回过头来看那些视频，我真的想把自己躲在被子里藏起来，真的太吓人了。你们可以忘记，虽然我觉得那个时候我觉得最珍贵的是我的那份冲劲，那份无所畏惧，但是吧，就是那个造型吧，就是你们可以真的忘记一下。真的是，我每次因为之前就会有很多我身边的朋友在我面前看我的节目，我就感觉我要窒息了，我真的要窒息。你们可以就看那个劲儿就可以了，不要忘记我的样子，好吧？你们现在看我的初舞台就可以了，后面的舞台也期待一下。重点来了，工作室招新请联系我。你想的我都会啊，这个很特别。